13岁以下需家长陪同才可观看，它可能包含了一些镜头、句子和语言，不适合儿童。曹操携蒋干、公周瑜、于禁、诸葛亮帮忙，蒋干上阵，亮曰：“干，你娘炮吗？”蒋干听罢，吐血身亡。曹操上阵，亮复曰：“操，你全家炮吗？”曹操就急复发而死，遂生。